心脏外科是一个相当辛苦、张力及压力都非常大的一个行业。但是自从我们选择投入外科，然后踏进心脏外科的那一天开始，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后悔，而且我们以身为一个心脏外科医师而骄傲。他意识很清楚，自己叫了救护车来到长庚医院就诊。我是心脏外科医师，我姓林。那李先生现在目前经过我们急诊这边的检查，结果是一个主动脉剥离，那他的状况非常严重。他说我不马上开刀的话，可能会有立即的生命危险。如果有立即的生命危险，那就一定要赶快抢救。开完刀对家属是一个最大的折磨，但是林医师对我们病患家属的照顾也非常的好。每一次看到林医师真诚的来关心我的先生，我非常的感谢，非常的感谢他，就是连元旦的时候都不放假的，来对。先生的照顾，一句亲切的问候，就像自己的小孩，一定要回来看看，让我们家属实在是倍感亲切温暖。谢谢林医师，谢谢。林建昭医师是一位做事迅速确实，可以让我们急诊团队安心，可以让病人跟家属安心的开心专业医师。因为我来长庚急诊室，然后他的判断。对，然后他就马上启动他的紧急医疗小组，然后不到两个钟头就马上送进开刀房开刀。这是我对急诊室及林医师他的感谢，这样子。然后也希望借着这个来告诉民众，长庚真的是一间很好的医院啊，因为他遇到重要的事情、紧急的事情，他会马上启动他的 SOP 进行紧急的医疗救助，这样子，谢谢。